看电视剧呢，一定不能特别较真儿，尤其是看这个轻工剧，永远也不知道这些编剧和导演们，他们为了剧情啊和这个戏剧的视觉效果，他们能够作到什么地步。就拿这个《孝庄秘史》这部电视剧，咱们举个例子啊，你看这剧中多尔衮绝对是又帅又深情，他和那位孝庄这个太后大玉儿呢，你看那个感情，剪不断理还乱，啊，纠葛无限。一度呢曾使不少观众啊觉得还又痛惜又深感无奈，但在真实历史当中，咱先不说多尔衮和孝庄之间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暗恨关系啊，实际上好多都是鞭打的戏剧当中，就单从多尔衮人物形象塑造方面看，实际上和真实的历史中的多尔衮啊完全是大相径庭。那么这多尔衮在中国历史上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呢？接下来的几集呢，我们就好好聊一聊啊，这位满清开国的这个第一位摄政王多尔衮。2003年啊，咱国内啊上映了一部电视剧叫《孝庄秘史》，啊，当时确实是热播了一段时间。在这个电视剧当中呢，咱们台湾省的那演员马景涛，他就饰演清朝开国之时呢立有赫赫大功的那个摄政王多尔衮。多尔衮这位王爷呢是清太宗皇太极的弟弟，是顺治皇帝的叔叔。在这部电视剧当中呢，这多尔衮啊不仅是个能武善战的这样一个大英雄，而且呢还是个统御能力特别强啊，性格呢直率刚烈的一个政治家。同时呢，你看这部电视剧，多尔衮更是个多情种子。他这一辈子就和那大玉儿，就是孝庄皇后啊，缠绵情思。最后呢，因为求婚被拒，你看这个摄政王多尔衮，竟然在这个纵酒纵欲之余，毅然战死沙场啊！上面所说的内容都是电视剧里编排的啊。马景涛呢，他作为台湾省的一个演员，在电视剧当中饰演多尔衮呢，这位殉国又殉情的这样一个满洲头囚，从表演角度方面看，实际上演的还真不错。先前他那种大喊大叫舞台剧那种冲动，在这部电视剧当中啊，基本看不见了。而且最最起码的，他不像有些港台或者大陆演员，你看他为了自己这个形象好看，在扮演这个清朝角色的时候呢，没事还弄个偏分啊，或者弄个潇洒大白头什么的。马景涛呢，在这部戏当中，他为了形象逼真啊，绝对是不怕清朝男人那种丑发型的那种样子。当然了，马景涛呢，在这部电视剧中，他的扮相和清初中间只留一撮毛的那金钱鼠尾发型呢，还是啊有一定的区别的。但无论如何吧，毕竟马景涛在这部电视剧中的扮相和清初历史时期那些满族爷们儿已经非常相近了。现在我们一些电视剧的编剧们啊，他们写剧本的时候呢，首先呢，他们编排那些戏肉，主要是为了烘托那个矛盾冲突。第二呢，确实有些人呢历史知识挺贫乏的，所以说他们编写出这个历史剧本呢有好多这种漏洞。仅仅咱们从外貌方面说，马景涛这个演员呢和这个我们在历史这个画像当中留影的那个真实多尔衮本人啊就完全不一样。你看马景涛身材强壮，唇正眼大，挺帅的。真实历史中的多尔衮啊，长了一双典型的通古斯人那种相貌，啊，阴险的小肉眼睛，啊，肥猪腰子脸，鼻梁细长，而且呢，他还是一个身高近1.9米的啊，这样的一个高个的干瘦子，典型就是一个痨病烟鬼那种模样。最最重要的，真实历史中作为真实个人这个摄政王多尔衮，和马景涛摄演出来的啊，那个有血有肉有冲动啊，集爱恨情仇于一身的那种真男儿形象呢，啊，完全是没有一丁点相像的。历史真实中的多尔衮，既不侠肝义胆，也不是悲剧英雄，他是一个阴险狡诈、自私狭隘、嗜杀成性的这样的一个政治动物，是一个导致了我们中州大地数千万百姓无辜死亡的这样的一个大刽子手。多尔衮他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第14个儿子，啊，作为当时明朝偏远地区的建州女真豪酋，努尔哈赤本人他身上那种落后文明的印记也非常明显。他的一生当中呢，不仅兄弟相残，而且父子不睦。
努尔哈赤不仅杀掉他弟弟舒尔哈齐，而且呢还幽禁杀掉了他的长子楚英。在努尔哈赤南征北战啊凶蛮的一生当中，始终不忘肉体之欢。他有多少儿子呢？一共16个。按照这些人的降生顺序啊，分别是楚英、代善、莽古尔泰、德格类、阿济格、多尔衮、多铎、阿巴泰、阿拜、汤古拜、塔拜、巴布泰、巴布海、赖木布，还有费扬古。这16个儿子，当时的努尔哈赤心目中呢，绝对不是按这个降生这个顺序排序的。怎么排序呢？子以母贵，哎，哪个儿子的母亲他的家族势力大，哪个儿子呢就是他自己的心肝宝贝儿。所以说，当时那皇太极啊，虽然在努尔哈赤儿子当中啊排行老八，他母氏家族挺强大，他的母亲呢是叶赫贝勒的闺女，由此呢，在后金的政治联姻当中呢，这个女人的地位就最高。他就成为努尔哈赤爱如心肝四子的首位。努尔哈赤当时最喜欢4个儿子，这皇太极呢就居于首位。多尔衮的母亲阿巴亥是建州乌拉部酋长布占泰的侄女。为了讨好努尔哈赤，布占泰就在万历29年，就公元1601年，当时呢他就撅着屁股亲自把自己啊年仅12岁的闺女阿巴亥就送到了赫图阿拉城，给当时呢已经43岁的半老头子努尔哈赤就做泄欲工具。不过这当时的老满丘努尔哈赤呢还真没看上这位啊当时身形瘦小的小姑娘，正一心一意爱着皇太极的他的母亲孟古。3年之后那孟古病死了，努尔哈赤悲痛欲绝啊，这个时候才移情别恋，开始宠爱时年15岁的阿巴亥了。而且呢和这个阿巴亥陆续生下了3个儿子，这3个儿子就是阿济格、多尔衮和多铎。努尔哈赤的一生当中啊，正式的福晋一共有16个，但我们看清史稿，只有孝慈皇后啊，这个元妃、继妃、大妃，啊，寿康太妃、4位侧妃以及5位庶妃。所谓的孝慈皇后呢，就是叶赫那拉氏孟古；元妃呢，是指佟佳氏哈哈那扎青；继妃呢，就是指富察氏衮带；大妃呢，就是指乌拉那拉氏阿巴亥。由于那位孟古呢是皇太极的生母，所以说他日后就被追封为皇后。清史稿《孟古传》中啊，最后那赞语啊，把这位女人啊，那这夸得跟一朵花似的。但这些赞语呢，极尽单于之能事，肯定呢都是依据先前皇太极为了抬高他生母而编造那些资料撰写而成，可信度不大啊。就是因为当时聪明伶俐的小姑娘阿巴亥，这不被他父亲送给了努尔哈赤了吗？当时孟古啊，就难免醋意大发，急火攻心，最终呢，等于是一病不起就死了。阿巴亥升任努尔哈赤的大妃之后呢，还一直挺受宠的。但是在天命5年，就公元1620年，万历48年吧，阿巴亥在孟古死后，他就成为大妃了嘛，啊，一直挺受这个努尔哈赤宠爱的。但是在后金的天命5年。就是万历48年，公元1620年这一年呢，发生了一件看似非常不起眼的小事。这个小事呢，竟然让阿巴亥从尊贵的大福晋的巅峰呢，一落千丈。怎么回事呢？当年的3月初10，服侍阿巴亥的2个侍女，有个叫娜扎的，有个叫秦泰的，这2个姑娘吵架。期间呢，这秦泰就骂娜扎和达海通奸。娜扎不仅和那个达海通奸，还私下给了达海呢一匹翠兰布。阿巴亥身边这2个小丫鬟互相对骂，就被努尔哈赤当时有个小妃叫德音泽的就听到了啊，赶紧就把这个事儿啊向这个努尔哈赤告发了。努尔哈赤本人呢又是个老财迷，他就特别在意自己的后妃啊私藏财物这类事情，得知自己府中有东西外流了，马上就大怒。经过调查，阿巴亥那侍女娜扎啊，确实和那大海通奸，而且呢，当时在这大妃阿巴亥的同意之下呢，还确实送给了大海呢一匹翠兰布。得知消息之后，努尔哈赤特别果决，马上下令把这娜扎啊给砍头了。接下来，努尔哈赤那小妃德延泽又进一步揭发说，阿巴亥啊还曾经给那大贝勒代善送过2次饭，代善呢受而食之。接下来还有。阿巴亥呢还给皇太极送过一次饭，但皇太极呢是受而不食。隐隐约约吧，德恩泽似乎就想证明阿巴亥啊和那代善啊有通奸的嫌疑。对于自己的大福晋
和大儿子是否通奸，说句实话，努尔哈赤当时啊还真不是说非常在乎，因为女真当时还处于那种奴隶制，努尔哈赤啊这老奴酋对他自家黑屋子这件事儿也不大在意，哎，反正又是后妈亲儿子，儿子虽然是亲儿子，但即使他那妈和他通奸，那妈也不是那亲儿子的亲妈呀。这位努尔哈赤最在意的呢，就是他自己的媳妇儿是否吃里扒外，把自己东西倒腾出去，即使给自己的儿子也不行。于是呢，努尔哈赤就扬言要彻底搜查阿巴亥私藏的财物。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这阿巴亥还挺害怕，就把财物呢一一藏匿到自己娘家人那里，藏也没用，最终都被这努尔哈赤派人搜查出来。大怒之余，努尔哈赤就痛斥阿巴亥，就说偷汉子、偷东西。如果当时这个阿巴亥没有三子一女需要他照顾，这努尔哈赤当时就可能就把这阿巴亥给杀了。究其缘由，阿巴亥当时啊给他那后儿子代善和那皇太极这两个人送饭啊，送吃食，他自己什么私藏财物，其实没有别的意思啊，就是当时一个女人啊这个护孩子护厨的这种本能。努尔哈赤当时岁数也不老小了，身体不好，一旦哪天啊驾雷西归了啊，你想阿巴亥自己孤儿寡母呢，他就只能依靠新继位的代善或者是皇太极，就这俩后儿子，养人逼息，这生活不易啊，所以这娘儿几个呢确实需要啊这个银两啊绸缎存起来啊，以供自己日后这个吃喝。当然了，阿巴亥当时之所以得罪啊，根据后人分析啊，很可能就是皇太极当时指使下的一个阴谋。为什么呢？当时努尔哈赤那小妃那久居深宫的德音泽，他既然知道努尔哈赤大福晋给代善和皇太极送饭这件事情啊，确实是太令人生疑了。这个事儿最终结果呢，那阿巴亥肯定受到努尔哈赤的责罚，同时呢努尔哈赤那个长子代善也遭受他的父亲这种怀疑。在此之前，代善就得罪过他父亲，为什么呢？当时这个努尔哈赤啊想把那些朝鲜李朝啊投附到后金的那些官兵都给杀了，这个代善不同意。经过阿巴亥送饭事件之后，那么代善作为长子，他这个地位更是雪上加霜了，他的弟弟皇太极呢那个地位就更加稳固了。阿巴亥受到责罚之后没多久呢，这个后金大军呢就夺取了辽沈许多土地，努尔哈赤这阵又高兴了，很快回心转意，一想起阿巴亥人啊长得不错啊，挺会伺候人的，所以就恢复了阿巴亥的原先的大妃地位，而且呢还派人啊，把他迎到辽阳城和自己一起居住。后金天命十一年，就明朝天启元年，也就是公元1626年，努尔哈赤呢当时在攻城的时候就被袁崇焕用红衣大炮击中，很快他就伤重不治死了。在他弥留那段时间，他就让人传令让这个阿巴亥呢前来和自己诀别。至于这对老夫少妻啊到底当时说了什么话啊，这已经成为千古之谜了，历史上没有记载。努尔哈赤死了，他的儿子皇太极继承汗位，继承汗位之后马上交传努尔哈赤的个遗命，就让这个阿巴亥给老汗王去寻葬。阿巴亥当时呢37岁，等于正值盛年，他呢还生有三个儿子啊，就是22岁的阿济格、15岁的多尔衮、13岁的多铎。即便如此，他还不得不屈从啊他的继子，就新登基的这个新汗王皇太极，他肯定得遵守他的诏命，据理力争也没用，万般无奈之下呢，阿巴亥啊只得悲愤的上吊死了，就等于就是为努尔哈赤殉葬了。我们看清朝历史，其中有关努尔哈赤遗诏让这个阿巴亥殉葬这件事儿啊特别多的疑点，应该就是皇太极呢为了自己汗位的稳固而制造了一场精心阴谋。而这阿巴亥呢，他作为努尔哈赤的爱妻，那确实他有寻死的资格，但当时他膝下有三个儿子要照顾，所以呢并不满足必须寻葬的这种要求。而且努尔哈赤临死之前呢和这位大妃呢关系已经恢复得不错，他更不可能写下遗诏让大妃阿巴亥啊跟着自己死。与阿巴亥当时同时寻葬的还有两个小妃，其中就包括当初告发阿巴亥的那个德音泽。这件事儿呢也间接说明皇太极为了一劳永逸的掩盖先前天命五年就那个阴谋事件，顺便呢也把这个德音泽给灭口了。当然了，有人也揣测说皇太极呢当初之所以啊交诏
让这阿巴亥殉死，可能是呢努尔哈赤在临终弥留之际还对着阿巴亥说，让阿巴亥的儿子多尔衮继位，因此这皇太极呢才动了杀心。这种揣测我觉得还是属于妄自揣测，当时那多尔衮呢才15岁，德啊才啊能啊地位等等方面，他不可能和所有的满洲贵族当时共同看好那皇太极啊能相提并论。而对于当时年仅15岁的少年人多尔衮来说，凭空一声惊雷，严复刚死，慈母呢又被哥哥逼着自杀殉葬了，由此在他的心中仇恨肯定如春天所发那些嫩芽一般已经是悄然滋生，愤恨之余也就养成了日后多尔衮那种阴质的韬光掩晦的这样一种性格。阿巴亥这个女人呢确实一生挺悲惨的，死后呢也没落到多大荣光。在顺治7年8月，当时已经是权倾朝野的摄政王多尔衮就追封自己的生母阿巴亥呢为什么呢，孝烈武皇后。但好久不长，不久之后多尔衮就暴死了。于是呢在顺治8年初，顺治皇帝福临和他手下那些王爷们就把多尔衮、阿巴亥还有多尔衮的这个老婆博尔杰特氏他们的追封全部追夺了。到了乾隆朝，即使乾隆皇帝恢复了多尔衮的亲王封爵，但对多尔衮的生母阿巴亥却在诏书当中只字未提。所以呢阿巴亥满洲历史上这个可怜的女人，她终身的只有一个衔头，什么衔头呢，就是努尔哈赤的大妃。清朝的护照估计大伙儿要看过，那绝对是我们近现代最大的护照。在福建漳浦县档案馆里呢有一张，就收藏着一张清朝当时那新加坡总领事在1897年出具的这个一张护照。多大呢，长80多厘米，宽都50多厘米。护照的主人呢叫王家禄，这个人生于1860年，原籍就是福建省这个漳浦县前庭镇中山村。这个人呢20多岁就到印尼这个东南亚吧经营烟草生意，瞎趁人职又开办银行什么的。我们要知道呢在大航海时代之后，好多率先这个开启了工业革命的国家逐渐都成为强国，但中国呢一直闭关锁国，所以说中国到了清朝中后期末期在国家的实力就越来越差。内外交控之下，清王朝不得不打开国门，而清朝的护照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而当时因为技术的原因，你这个既然是单人护照，你这个并没有照片啊，那照相多难啊。清末确实已经有照片了，但一般人也是照不上，而且很少有这种照相馆，那只能在京城啊大城市这些地方有。但是呢你如果没有形象的描述持有护照的这个人，那就有可能别人就拿这个护照来冒充呢。面对这样的情况呢，这清朝政府啊当然了得想办法。所以说为什么护照这么大，因为就上面写满了字儿，对护照持有人的身高啊体态啊面貌啊特征的描述。在护照之上呢还写有17个字。养沿途地方关卡一体如照保护，勿任阻滞。官话官说好像在大清发布命令一样，看到这张护照马上给我放行，让我们大清国民。实际上我们想一想，当时清朝那种积贫积弱，你还没事叫自己的子民拿这个护照到处去吓唬人，吓唬人家当地的那些小国的官员，实际上也有点贻笑大方。在职场当中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打工人行为准则，就是要找准定位，做事呢要出力而不越位。在这一点上清朝这个多尔衮在他出道的时候绝对是做得到位。面对杀母仇人他的义母哥哥这皇太极
他依旧呢能够面不改色的啊和这位哥哥呢谈笑风生啊，为他出谋划策，尽心尽力的啊这个大搞特搞啊清朝的这种开拓事业。那这多尔衮具体过程中他是怎么做的呢？皇太极又是怎么对待这个曾经对自己的汗位有过一定威胁的弟弟呢？这一集我们就接着来讲。上一集我们讲到皇太极啊，虽然说逼杀了他的继母阿巴亥，就是让这位继母啊给他爹殉葬了，但他继位之后啊，毕竟是血浓于水，对他自己的弟弟多尔衮啊非常不薄，非常信用，而且是非常重用。后金天聪二年，就公元1628年，当时呢年仅17岁的多尔衮啊，就在这个战争当中崭露头角了。当年2月，多尔衮呢就跟随他哥哥皇太极出征察哈尔蒙古多罗特部，获得了呢敖木伦大捷。在这场战斗中呢，多尔衮率领他手下斩杀2000余级，为此呢皇太极特别高兴。和那些贝勒大臣们欢宴，大赞多尔衮能干，而且呢还赐给这个多尔衮一个名号。什么名号呢？莫尔根代清。莫尔根代清啊，就是蒙语，意思就是聪明王。由此之后，多尔衮呢也是一步一个脚印，逐渐成为啊后金啊那些土帅当中的这个名王之一。后金天聪五年，就公元1631年啊，大凌河之战，多尔衮呢又是身先士卒。当时他冒着枪林弹雨啊，亲自就冲锋陷阵啊，一直杀到大凌河的城下。事后呢，皇太极得知这个消息呢还挺不高兴的，窃责诸将啊，你为什么不劝阻我弟弟这样干呢？让他这样的冲锋陷阵，这差点要他命啊。接下来那松锦大战，皇太极呢又是委任多尔衮啊为主帅。在接下来的攻战过程中，多尔衮呢依旧是披坚执锐啊，亲自指挥攻城。锦州城下，多尔衮呢几乎被明朝的守城大将啊，当时那主大寿啊，他手下那兵丁啊用红衣大炮把他给轰死。日后清军就在皇太极遥控之下呢啊，把这个松锦一带紧紧包围住了。而在此期间，多尔衮啊因为擅自让他手下的军事轮休，就遭到了皇太极的这个贬爵处理。那皇太极怒了。无论怎样，多尔衮这个军事策略还是非常高的，所以说不久呢就被他哥哥皇太极把这个爵赏都给恢复了。皇太极这人啊，作为清朝的政治家啊，确实是深谋远虑。他继位之后呢，重新就在女真各族当中呢建立这种封建性质伦理道德观念，稳固他自己的皇权，称帝建国，改后金呢为大清，以女真为满洲啊，重用汉族儒生，提倡满汉一体，就基本构建了日后大清朝这种大业的根基。皇太极他在处心积虑利用汉人力量的同时呢，他还特别强调要以从前金国灭亡的历史教训呢为前见，强调啊大伙一定不要忘记满洲旧俗。当时的皇太极呢，虽然说非常清新，学习中原的儒家文化，但他对于女真本民族的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呢是极其重视的。他手下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大臣，一个叫达海，一个叫库尔禅。这两个人呢多次劝说皇太极啊，咱们要效仿汉人那样啊，穿汉人的服饰制度，把咱们现在这个满洲衣冠啊都给改了。达海和库尔禅虽然说一直深受这个皇太极的这个重用吧，但他们这项建议啊完全不被采纳。我们看清太宗实录，崇德元年，就公元1636年11月，皇太极当时呢他就对这个这几个亲王，就包括多尔衮啊什么这些亲王郡王吧，包括贝勒，包括那固山额真啊等大批的这个女真贵族，就对他们说，如果朕先前接受达海和库尔禅等人的建议呢，改服宽衣大袖那种汉服啊，根本就不便于我们女真人的骑马射箭。实际上骑射呢是我们八旗兵啊独有的长技和战无不胜的法宝，所以我们大清的衣冠风俗是断不能改的。皇太极呢继续对他那些王爷贝勒们啊表达他上述的那种意思。昔金熙宗和金废帝完颜亮废其祖宗时衣冠一度，循汉人之俗，随服汉人衣冠，尽忘本国言语。我国家以骑射为业，今若不识清宫史，微单宴乐，则田猎行阵之事必致疏旷，
吾辈何有尔得习乎？盖射猎者演武之法，服制者立国之精，振育尔等时时不忘其射，勤练士卒，凡出师田猎，许服便服，其余俱令遵照国初之制，应服朝仪，正育尔等置之于心，转先告诫，使后世子孙遵守，勿变弃祖宗之志耳。由此呢，就可以见出啊，先前金朝灭亡那种历史经验啊，一直让这皇太极啊忧心忡忡。所以呢，皇太极啊，就以金朝为前鉴啊，对他手下这些亲王啊、这个贝勒啊、贵族子弟啊，一直对他们是谆谆告诫。语言、服饰和骑射啊，这三者都是我们满洲传统文化的根本，要一直努力的保持下去啊，不仅在我们本朝，后世子孙也不能轻易改变。皇太极呢，对于女真传统的重视啊，不仅仅是口头这样说，在实际行动当中，他也是这样做的。在满语方面啊，早在天聪八年四月，他已经命令啊，将业已汉化那些官名和城市名都改为满语，比如说总兵官改为昂邦章京，副将呢改为梅勒章京，参将改为贾拉章京。同时呢，他又将沈阳改为盛京，赫图阿拉呢改为兴京啊，等等等等。啊，无论是官名和地名，他都改了一堆。不久之后，皇太极呢下令礼部啊进行科举考试。这个考试不仅考核这个传统的儒家文化，还专门选拔呢精通满语、蒙语这样的人才。在服饰方面，为了遏制清朝内部那种改穿汉服的哎那种趋势，他严令清朝大臣一定要身着圆领、窄袖、左衩，包括那个衣摆四面开叉的那种骑士服装。骑射方面呢，皇太极又下诏，这个各骑那些牛鹿鹅真们，你们必须要带领士兵在春夏秋三季不断地进行操演。同时呢，他还派出部院大臣随时对这些人进行抽查，而且他还表示在适当的时候呢要大范围内举行骑射比赛。对于哥哥皇太极如此训示呢，多尔衮那是最为心领神会的。他当时就跪奏：臣等更复何言，为民刻在心，极力奉行而已。在多尔衮的内心当中啊，他肯定对于他哥哥啊先前把他母亲啊逼他母亲自杀这个事儿是耿耿于怀的。但是对于他哥哥皇太极满洲化的这样的教诲，多尔衮呢却一直铭记在心。甚至他在后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后来那不清朝入关了吗？占据北京了吗？剃发令一下啊，对于中原和江南占领区那些汉人啊，他就宣布剃发易服。由此以来就导致几千万的人头落地。多尔衮这个人呢，你看他当狗就一定要有狗样啊，在他哥哥的手下啊服服帖帖、恭恭顺顺。所以呢，在皇太极啊他这哥哥啊在位期间吧，多尔衮是处处附和啊，赞同皇帝哥哥的一切旨意。早在后金的天聪七年，就公元1633年6月，皇太极还曾经询问那些王爷，包括他手下的将领，时下征伐主要目标到底是明朝呢，还是察哈尔蒙古或者朝鲜呢？多尔衮在这个时候呢，已经揣测到皇太极的心意，就深知主攻方向呢，就关系到后金政权能否进一步迅速发展的这样的重大问题。因此呢，当时就极力赞贺这个皇太极的意思，就力主以争名为先啊，就是咱要攻打明朝，把这个当作啊现在马上要进行的这样的一个国策。多尔衮怎么说呢？他是这样说的：我们应该在春天啊整练士卒，一旦我们这边耕种已经结束，明朝呢谷物也将熟了，我们就要大举发兵入边，直逼燕京啊，截其援兵，残毁屯堡，阴粮于敌为久住计，可坐待其弊。多尔衮呢，当时他的意见呢是和皇太极的意见一样的啊，你说属于阿谀奉承吗？属于。但是他这个建议啊，确实对于当时的后金政权啊，也是一种最好的策略。首先，从八旗当时实际的情况出发，在整练战备的同时，还不务生产。第二呢，抢掠明朝的粮食，以战养战。第三呢，对明朝统治地区啊，实行残毁的这种屠掠破坏性战争，就可以不断的削弱明朝的国力。到天聪八年，就公元1635年这一年呢，蒙古察哈尔部那林丹汗死了。他就死在了青海打草滩，一直被清军追着打嘛。利用这一有利时机，皇太极呢就命令多尔衮、岳托、萨哈连、豪格这些人率领精兵万人啊，就把林丹汗的儿子也给收服了。
林丹汗那儿子就是后来投降清朝的啊那位额尔克孔果尔额哲。经过这次公蒙之战，多尔衮呢不仅为皇太极顺利解决了蒙古问题，而且呢他还从察哈尔那苏泰太后那里得到了元代的传国玉玺，就那个至告之宝。我们不要小看这块玉玺，等于这就为皇太极正式称帝那合法性啊等于打造了声势。得到这块玉玺之后，皇太极不久就改元崇德，改那国号从后金呢就改为大清了。多尔衮也因功被晋封为和硕睿亲王。为了迫使这位朝鲜国王投降，在崇德二年，就1637年正月，多尔衮又率领清军进攻朝鲜的江华岛。当时的江华岛上有朝鲜的两个王子、王妃，还有众多的大臣，包括他们的眷属都在那岛上。多尔衮手下的军人战力很猛啊，很快就把江华岛给攻占了。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朝鲜国王李宗也绝望了，不得不率领文武群臣向皇太极跪献明朝先前颁发给他的敕印，等于就正式向清朝称臣纳贡了，投降了。而且呢，在投降之后，他还派遣他的质子啊，这些人啊送到了沈阳。上述种种，我们就可以见出这位多尔衮啊，确实为他哥哥立下了英犬大功。我们想一想，在多尔衮的指挥下啊，清军收降了这个察哈尔蒙古，又把朝鲜给击降了。由此一来呢，就使得明朝在辽东啊失去了两翼的这种支援，致使整个明清战争的形势呢就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在对明朝的战争过程当中啊，多尔衮率领他手下的清朝部队，每到一处全都实行那种屠掠政策，杀人掠物，犯下了种种暴行。在崇德三年，多尔衮当时呢这个封号是奉命大将军，他和岳托一起进犯明朝。分别在董家口啊、强子岭这个等地啊，把边墙毁坏啊，开始入侵明朝内地，啊，山西呀、啊、济南啊，全被他们攻破了。在进攻过程当中，还把明朝那特赫有名的卢象升给杀掉。清军的这次入侵呢，等于在明朝境内呢到处横行，啊，这个突破数千里的这个战线，蹂躏明朝城池40多座，而且清军所到之处，烧杀掳掠一空。这一战下来，多尔衮呢就把20多万汉人作为奴隶和俘虏驱到关外啊进行奴役。经此一战，山西、河北、山东啊等地那些汉族老百姓算是倒了大霉了啊，绝对是给他们带来了噩梦般的这种深重的灾难。在整个皇太极时代，这位多尔衮呢一直是啊出谋划策，攻城必克，野战必胜，所以说深得皇太极的信任。他那个谋略思路呢，他这个皇帝哥哥经常是突出一辙，自始至终啊，他对他哥哥的所有的意图呢，都予以彻底的贯彻。所以呢，在清朝开国过程当中，多尔衮绝对是居功甚伟。皇太极呢，也特别看重这位弟弟多尔衮，甚至呢，表示对这个14弟是什么呢？爱胜亲子，就是我这个弟弟啊，我爱他比爱我亲儿子还要爱。纵观整个皇太极时代，在清朝那些啊诸王啊贝勒当中啊，除了李亲王代善、正亲王济尔哈朗、这个影亲王萨哈林以外，就要数这多尔衮啊，他这个官爵升迁啊是最稳定。先前努尔哈赤死的时候呢，多尔衮已经是贝勒了。到了天聪二年，就公元1628年3月29日这一天呢，他又被晋升为固山贝勒，等于就成为镶白旗的旗主了。天聪四年，就公元1630年7月11号。皇太极和那些贝勒焚香盟誓的时候呢，多尔衮在那些小贝勒当中呢，他就名列第五了。天聪五年，就公元1631年10月28号，这一天呢，皇太极和那个大凌河投降的那祖大寿那些人盟誓当中，多尔衮呢，他这个排列顺序呢，依旧是名列前茅，没有变。到了天聪九年，就公元1635年12月28号，以及第二年正月初一日。多尔衮这个时候他的座位呢已经在那些小贝勒当中他已经排名第一了，而清朝那些明王明将什么多铎、岳托、豪格、阿巴泰、阿济格那些人都排在他后边了。到了天聪十年，就公元1636年4月初5日，那些贝勒正式登堂仪式啊，就这个仪式当中，多尔衮名排第三。4月初8，大臣们呢给那个皇太极上尊号，在这个出场贝勒排名当中呢，虽然说多尔衮依旧是名排第三，但他呢是代表整个全体的满族官员向皇帝敬献表文，可见他这个地位实际上已经又有所上升了。当月的23号，多尔衮被正式赐封为和硕睿亲王。
在皇太极时代啊，多尔衮的排名虽然是越来越靠前，但相比济尔哈朗呢，啊，他一直是排在这济尔哈朗的这个之后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当时的皇太极心目中，济尔哈朗的才能啊，肯定比不上多尔衮，但这个人呢，为人厚道，不擅权，不居功，从生活上呢，又一直关心啊自己的起居，平时他犯的过错也很少，而且呢，这济尔哈朗在这松锦大帐这个过程中呢，出力甚多，开辟过围锦打援这样的新局面。正因如此，所以皇太极对济尔哈朗还是非常看重的。皇太极这种安排呢，也体现出他作为封建帝王也是居心良苦。他深知他那十四弟多尔衮的才能确实出众，但这个人呢位高气骄，难以驾驭。有这个济尔哈朗排在多尔衮之前，就可以压制一下这位多尔衮。可是，人算不如天算，皇太极没料到呢，他自己死得那么突然。清朝的旗人是不是铁饭碗呢？说起清朝，我们肯定就知道旗人嘛，在清朝啊，八旗子弟。当然了，八旗子弟给大伙普及一下啊，并不是说所有的八旗子弟都是满族人，八旗当中呢也有汉人和蒙古人，所以说也有汉八旗和蒙古八旗。所有这帮人当中呢，基本都是由国家供养的，因为最早这帮人八旗子弟，无论汉八旗、蒙古八旗啊，这个满八旗就不用说了，都是最早的所谓的从龙而起的、从龙入关的，都是最早在东北跟着清朝打天下。而清朝呢，那些没有旗籍的人呢，就被称作民人，就一般老百姓了。但是从东北来的，就是跟这个当初入关的、跟着这些八旗兵入关的这些民人呢，如果有机会，如果能立功，他也可以通过抬旗这样的政策呢，成为旗人。这就是清朝当初啊一种褒奖政策吧。对于那些立功的啊，这个对清朝有贡献的人呢，如果他是汉人的包衣，就是汉人奴才的话呢，就可以把他升入为汉八旗，正式的旗兵了。如果你是汉八旗呢，你就哎可以又抬旗变成满八旗。如果你是下五旗呢，因为你立功啊受赏，你也可能被提升为上三旗，等于就把你的身份往上提啊。这种做法叫抬旗。而初期这项所谓的福利措施，就是只针对当时的汉八旗的那些人。在乾隆七年就发布了一道诏令，就允许汉八旗这个旗人啊自愿出旗。因为清廷他对旗人有个规定，就是说既然国家养着你们，你们不能自己出去去找工作啊，你只能吃皇粮。但为什么到了乾隆时代就允许汉八旗的人出旗呢？你看他的诏书当中写的冠冕堂皇啊，就说这个希望你们可以这个自谋生路啊，寻找更好的发展机会。实际上清朝就不想再白养着这些人吃干饭，因为清朝的养那些旗人负担越来越重啊，就让这些汉八旗的人出旗，就是想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但乾隆七年发布的这条允许汉八旗出旗的诏令呢，内容比较委婉。过了十几年，到了乾隆23年，又发布一条诏令，这次就挺直接的，八旗汉军年老残疾不能当差，以及差使平常不堪教养者，俱令为民。你看上次还允许这些旗人自愿，这次你连自愿都不行了，老么咔嚓的这些当不了奴才的，为我们大清效不了力的这些汉人八旗，这个是强制性的，你就赶紧去当老百姓。由此呢，就把大批汉八旗的啊，这些人员呢扫地出门了。清王朝啊，作为我们中国最后一个封建大一统的王朝啊，具有意味深长的历史戏剧性。当初呢，以摄政王多尔衮啊，加上孤儿寡母得天下。当时的孤儿寡母呢，就是指孝庄太后和那个幼帝福临。
最后呢，他是又以摄政王载沣，再加上孤儿寡母的失天下。而清末这孤儿寡母是谁呢？就那隆裕太后和那幼帝溥仪。而多尔衮呢，作为大权独揽、架空皇帝的这样的一个清朝摄政王，他其实啊，一直啊都觊觎想当皇帝。可惜呢，多尔衮没那个命。在多尔衮啊，他这短暂的人生当中，曾经两次和皇位失之交臂。第一次的机会呢，是他的父亲努尔哈赤逝世，啊，他没有得到汗位。最终是他手段更高、人气更旺的哥哥皇太极上位了。第二次啊，就是他哥哥皇太极呢忽然去世了，而皇太极在生前呢又没有立太子，死后又没有留下遗诏，因此大清的皇位呢再次悬空了。这一次，明明多尔衮呢还是有很大的优势的，但他最终也没有能成功上位。这到底是多尔衮的运气不佳呢，还是他实力不济呢？我们这一集就要讲一讲大清立国之后的第一场持续了17天的皇位之争。我们上一集也说到，皇太极他一生当中啊，一直是努力维护他自己的皇权一统的。但是在皇太极临死之前，他就一直没有啊定下自己的皇太子是谁。皇太极有多少儿子呢？他一共有11个儿子，长子就是豪格，时年35岁，次子呢叫洛格，那孩子11岁的时候就病死了。他第三个儿子叫伯洛慧，7岁的时候啊也早死。第四个儿子叫叶克舒，当时呢是17岁。第五个儿子叫硕塞，当时16岁。第六个儿子呢叫高塞，时年才7岁。他第七个儿子叫常叔，时年也是7岁。皇太极第八个儿子呢死得很早，出生没多久就死了，所以说连名字都没起。皇太极第九个儿子就是福临，时年6岁。他第10个儿子呢叫涛塞，时年5岁。他第11个儿子就是他最小儿子呢叫伯木伯果尔，时年才3岁。由此可见，皇太极呢有11个儿子啊，除了三个儿子早死以外，当时他死的时候还有8个儿子活着。按理说呢，从皇太极这8个儿子当中选择一个人当继承人呢，是肯定没有任何问题的。如果根据长子继承制，那皇太极死了，他崩了，他的大儿子豪格继位，应该是顺理成章。但是就在皇太极活着的时候，他自己就排除了豪格继承皇位的可能性。首先呢，是在后金和清朝初期，一直是子以母贵，而皇太极的后宫呢，基本都是蒙古贵族的女子。所以说当时蒙古武功并立，而豪格的生母呢地位不高。豪格生母的父亲呢只是一个乌拉贝勒，那个人叫伯克铎。顺便说一句，豪格这个生母呢还是努尔哈赤的大妃阿巴亥的堂姑。第二个原因，虽然豪格这个人相貌魁伟挺有智谋的，而且还身经百战，但皇太极就是曾经当面痛斥这长子怀异心以示朕，就当众表明对这个儿子基本没有信任感。在豪格以外，皇太极别的那些儿子，比如说当时17岁的叶克舒，他的母亲是庶妃，地位也挺低下。16岁那个硕塞，他的母亲呢地位虽然说比这个叶克舒他妈稍高一点，但当时也是侧妃，在后宫的地位呢也不高。而那7岁的高塞呢，常叔，还有那5岁的套塞，这三个小孩子生母呢也都是庶妃。而当时皇太极最小的儿子，就那位伯木伯果尔，他才3岁。但是呢，在皇太极活着的时候，就封他为和硕镶亲王。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小孩他妈是蒙古高门博尔济吉特氏。我们可以想见，皇太极活着的时候，如果他亲自选择继承人，肯定要从他自己的那科尔沁武功后妃所生的孩子里面挑一个来当这个皇太子。崇德二年，就公元1637年7月初8，关雎宫的陈妃海兰珠生下了这个皇八子。当时皇太极特别高兴，因为他特别喜欢这海兰珠，所以很快就在宫殿内大会这个文武，颁诏大赦，就暗示要立这皇八子那位皇嗣了。很可惜，这小孩福薄，出生不到7个月就死了。这小孩死后的2天之后，也就是崇德三年，就公元1638年那正月30号那天，皇太极呢，他那永福宫庄妃叫布木布泰，宫里就有喜讯传出了，这个女人生孩子了，
谁呢？就是皇太极的皇九子福临。皇九子福临出生之后，一直长到快六岁，皇太极呢也就没有再提立嗣的问题。因为在这几年当中呢，皇太极一直全神贯注打天下嘛，和明朝争天下。明清松锦大战，皇太极当时带病纵马奔驰，一直操心国事，由此呢也使他的病情不断加重。在崇德八年四月初六日，就公元1643年这一年吧，皇太极就病重了。得病乱寻医啊，清朝大臣就到处找医生，而且还通过朝鲜的这个李朝世子来寻找朝鲜医生。当时有位叫朴柳达的啊，朝鲜的著名的医生，就为这个皇太极诊治。当时诊断是什么呢？是风眩。中医中的风眩呢，大概就是今天这种高血压的这种症状。从此以后，就在半年之间，皇太极的病情时好时坏。到了当年的九月初九夜间，这个皇帝就忽然暴崩了。依据我们的逻辑推理呢，皇太极应该就是死于因为高血压引起的什么忽发脑溢血啊这种疾病。皇太极呢是暴崩，就忽然就死了，因此就没有来得及立皇太子。但在皇太极心目中呢，他的长子豪格肯定不是理想人选，十四弟多尔衮呢肯定当时也不是。我们想一想，皇太极惨淡经营了17年，当时就冒着得罪不少满洲宗室贵族的那种风险，他目的就是要建立大一统的这个封建皇权。封建皇权最基本的理念就是家天下，所以说他就不可能考虑让他哪个弟弟来继承他自己的皇位。皇太极暴崩之时正是清军对明战争取得节节胜利的时候。由此以多尔衮为首的这些满洲贵族，这些人他们在皇位继承人的问题上呢，马上就产生出尖锐的矛盾来了。既然皇太极生前没有指定皇嗣，而当时争夺皇位最有力的人选应该就是两个人，谁呢？皇太极的长子豪格和皇太极的十四弟多尔衮。如果我们看清世祖实录当时就记载，皇太极死讯传出之后，皇太极名下的正黄、镶黄两旗马上就表示要拥立豪格为皇帝。豪格本人呢当时还是正蓝旗旗主，而其他的几位满洲权贵呢，包括图尔格、索尼、图赖、巩阿岱、鳌拜、谭泰、塔詹，这八个人也赶忙去豪格家里去开会，表达他们自己对豪格的拥立之意。看到索尼这些人都对自己表态了，豪格挺高兴的，他就派出何乐慧和杨善呢这两个人到正亲王济尔哈朗那里，对这济尔哈朗表示说，两旗大臣已定立我为君，尚需尔意，就看你的意思了。济尔哈朗这个人呢，在皇太极时代在群臣当中一直排名第一，他一看也马上表示拥戴。接下来这济尔哈朗还挺谨慎的他又对来人就说，姿势重大，应该把这个多尔衮叫来，咱们一起细加商议。从多尔衮方面来看，多尔衮和他弟弟多铎各统一个旗，这两个旗是肯定主张拥立多尔衮为帝的。所以呢，多尔衮兄弟当中，他的弟弟裕王多铎和哥哥英王阿济格当时就急赤白脸，跪劝多尔衮马上继承大位。那么当时的多尔衮有没有当皇帝的想法呢？当然有，但是愿望和现实之间有时距离还是挺大的。满洲宗室诸王，包括那些贵族子弟，当时是人心不一，所以说多尔衮呢就未敢贸然答应他哥哥和他弟弟之情，而是呢伺机寻求多方面的支持，观察当时的形势。皇太极死后第五天，也就是当年的8月14日了，多尔衮就召集诸王大臣进入宫殿，共同商立嗣君。当天黎明时分，两黄旗的大臣呢就在大清门盟誓，而且呢让这个两旗精锐护军张弓驻矢，环立在宫殿的周围，就摆出一副兵戎相见的这样的架势。会议正式开始之前呢，多尔衮还曾经征询的黄旗大臣索尼，问他什么意思，到底立谁为帝呢？这索尼也挺干脆，就回答一句话，马上让多尔衮就彻底死心了：先帝有皇子在，必立其一，他非所知也。会议刚刚开始，又是这个索尼马上表态，他就极力建议就要从皇太极的儿子当中选一个人当皇帝。而作为先前的努尔哈赤的长子当时的清朝李亲王代善，他也忙表示说就说这豪格应该继承大统，应该当皇帝。豪格本人也在场当时也出于礼貌，马上就表示谦虚辞让就说我不行。实际上他也很想，多尔衮的兄弟阿济格和多铎呢这个时候站起来赶紧表态，
他们就认为和自己一奶同胞的兄弟睿亲王多尔衮就应该继承帝位，因为他功劳大。看到多尔衮兄弟二王如此表示，代善也是老滑头啊，他马上又说了：“睿王若允我国之福，否则当立皇子。”他所生的睿王就是指多尔衮。也就是说呢，从这个时候开始，代善呢就开始不再坚持啊，非得要立这豪格为皇帝了。会议之上看见自己的同母兄弟那两个人支持自己当皇帝，多尔衮当时脸皮还挺薄的，没有敢马上就应允。这个时候满洲两个白旗的统领都跳出来了，坚决反对立豪格为帝。大伙争吵焦灼期间，本性非常躁急的这个多铎看到他哥哥多尔衮没有明白表示，马上挺身而出。他说什么呢？不如我自己当皇帝，或者啊，就让年长位尊的代善他当皇帝。看到这弟弟丑态毕露，多尔衮当时也大怒，就马上表示我不同意立这个人啊，立多铎为皇帝，论谁也论不到你呀。那老王爷代善，你想这是个老人精啊，岁数大又是一大滑头，他就以自己年老作为借口，转身走人了，就说不行，我身体不好，我走了。多尔衮三兄弟正着急呢，一直承担皇太极禁卫任务的两个黄旗将领忽然就一起冲入殿中。这些人呢佩剑而前，身上都带着武器，激愤地公开表示：吾属十余帝，一余帝养育之恩与天同大，若不立帝子，则宁死从帝于地下而已。这些人口中的帝就是指先帝皇太极。当时这个场景呢，是等于是朝鲜的那些质子给国内发的那个沈阳状启中记载的。多尔衮现在看到这些拥有兵权的禁卫军军将都表示要拥立皇太极的儿子当皇帝，他就不敢犯众怒了，只得暂时压一下他自己想当皇帝这种野心，建议扶立皇太极第九子时年六岁的福临当皇帝。接下来呢，多尔衮还表示说由他本人和济尔哈朗呢开始辅政，等到福临这个年长之后，成年之后呢，马上归政。多尔衮在会上提出个方案呢，各方各面吧都感到挺折中的，因此呢就再没有人跳出来反对了。由此皇太极死后空出来的这个清朝的帝位等于就让给了当时不到六岁的这个小娃娃福临。就在大伙已经定立拥立福临为皇帝之后，就两天之后吧，代善的儿子当时身为贝子的硕托，还有代善的孙子那个阿达里，这两个人呢，父子两人又图谋推翻先前的诚意，他们要拥立多尔衮为帝。岂料呢，事发当天，多尔衮就下令把这个父子两个人衣服都脱去这五花大绑，赶紧审讯。审讯之后，对这父子二人马上加以诛杀。多尔衮当时这种做法，一直被当时包括后来那些对他大献禅词的人呢都捧他，说他什么呢？都说多尔衮识大体重大局。实际情况怎么样呢？完全不是。当时这个硕托和阿达里这父子两个人，包括他们串联了一些将领要拥立自己为帝，对这事儿多尔衮是一直知道的。这父子两人要拥立他为帝呀，他为什么要翻脸呢？就在于代善本人的大义灭亲。代善这老王爷，他就一直以来和他那儿子硕托形同水火，所以说代善他自己就首先告发他的儿和孙这两个人大逆不道想这个拥立别人当皇帝。由此一来，多尔衮当皇帝的美梦就完全破灭了。当时呢，为了杀人灭口，为了显示自己的这个大义和正义，多尔衮就对外表示自己曾经兼具硕托和阿达里这两个人对自己的拥立企图。事发之后，多尔衮亲自主持宣布了这个把这个硕托父子杀掉，同时呢还搂草打兔子。多尔衮还把那个皇太极长子豪格那一系人马几名重要人物全给杀了。由此一来呢，清朝皇位继承问题呢这个时候就得以顺利解决了。这件事对于清朝的国奏来说关系十分重大。我们要知道1643年正值清军入关那关键时刻，皇太子呢，这个福临继位之后，等于就避免了满洲高层贵族那种公开的决裂。根据多尔衮当时拥立福临的这种举动呢，后来的人包括现在一些学者，就站在清朝本朝的立场上称赞多尔衮顾全大局高瞻远瞩等等等等吧，这完全是以君子之心夺小人之腹。那么多尔衮当时想当皇帝吗？当然想了，但是他只是想而已，他不敢做。身为皇太极长子的正蓝旗旗主豪格
你想他身后有两个黄旗旗主的支持，加上豪格他自己这旗人马，这样一来就明确有三旗人马支持豪格当皇帝。济尔哈朗呢，作为镶蓝旗旗主，也倾向拥立豪格当皇帝。而正红旗主代善呢，他的首选也是豪格或者皇太极其他的儿子。由此一来呢，满洲八旗之中至少有五旗已经明确表态，根本就不支持多尔衮为帝。在当时那种情势下，羽翼未丰的多尔衮呢，如果他强行而自己去当皇帝，加上他当时呢还没有后来他入关之后那种显赫的功劳，所以说真正他当皇帝之后啊，清廷啊，他和那些亲王之间啊那种分裂是难免的。多尔衮这个人啊，对于皇帝的宝座啊一直是深刻觊觎的，特别呢是他日后也宣泄过对他皇帝哥哥皇太极的那种深刻的愿望之情。他怎么说呢？就是入关之后了啊，太宗文皇帝之继位原系夺立。什么意思呢？既然皇太极他的皇位都是夺来的啊，那么他的儿子福临继承大统，实际上也算不上什么名正言顺。由此推之啊，说多尔衮根本就没有称帝的野心啊，完全是掩耳盗铃之说。无论如何吧，在入关前最重要的历史时刻，多尔衮呢宣布拥立福临为帝。实际上这件事儿在客观上就缓解了满洲贵族上层那种公开的决裂，使得清朝呢当时上上下下啊能够一心齐意啊，就专注于对明的战争。最终呢，清军能够入关，夺取了全国政权。即便如此，如果把这样的历史结果全部归结为啊多尔衮主观上的自怨自为，那显然呢就对于他这个历史人物啊，哎，就是完全是硬性拔高了。崇德八年8月25号。啊，这就是公元1643年了。皇太极6岁的儿子这福临继位了，他就改明年的为顺治元年。他的叔父多尔衮和济尔哈朗这两个人呢，同为辅政大臣。而接下来呢，这两个人就被清朝称为摄政二王。清朝的通电全国怎么来的呢？皇帝圣旨啊，这个我们看了好多电视剧，中国人都挺熟悉的。太监啊，或者官员往那一捧啊，这个奉天奉运，皇帝诏曰。但是用电报来传旨，大伙儿听没听说过呢？实际上，清朝在同治9年，就是公元1870年，这个时候呢，美国人莫尔斯发明电报已经25年了，那个时候电报就传入中国了。但中国人自己开始使用电报的时间呢，正式的是在清朝的光绪5年。当时北洋大臣李鸿章啊，在天津与这个大沽海口炮台之间就架设了电线，就通那个电报。这呢也是中国修建的第一条电报线路。光绪24年，就1898年，这个维新变法的时候呢，为了提高当时的政务效率，清政府呢就正式下令，嗣后名将谕旨，军擢由电报局。所以呢，这就正式使用电报来传达皇帝的圣旨。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开天辟地第一次，皇帝圣旨不用这个官员拿着骑着马到哪儿宣布，直接用电报来发布了。从此开始呢，封建王朝的朝廷通用了1000年多的这个圣旨，原先由马递就变成用电报发送。这呢也是清政府第一次开始使用电报传递圣旨。当时流程是什么呢？旨由电报局电至各省，该督府即行遵照办理，务须专候不闻。说什么意思呢？就各省督府接到这个电报的圣旨之后，马上遵照办理，你不用再等纸质公文宣布下来。由此呢，我们就可以想到，清末民国历史总是出现什么通电全国，这些人一打仗一干嘛的，总是要通电全国，哪个人要造反也是通电全国，也是由此而诞生的。清末民初那些各路诸侯那些军阀，都喜欢用通电全国的方式呢，来占领舆论高峰。那个时候这些人为了扩大舆论影响，往往采用电报和报纸相结合的方法，但凡有重大新闻事件啊，就这个公开通电，然后报纸这些人马上就知道了，马上予以转载。就是由这种方法就可以在短时间内啊，这信息传遍全国，而革命之风呢也就随着电报逐渐的就变成了星火燎原之势。你看我们比如说在后期讲这个辛亥革命的时候，你就能知道，但凡什么那些人，包括这个湖北的新军也通电，啊，那通电并不是像想象中电报就几个字儿啊，长篇大论，有的甚至长达几百字，全都是用古汉语写的啊，文采这个特别特别好。
相信大家都听说过这样一句话，得民心者得天下。确实，只有得到老百姓的拥戴，你才能够得到天下。公元1644年，是明帝国崇祯17年，李自成大顺政权的永昌元年，同时呢，也是清帝国的顺治元年。所以说，当时的中华大地上，就形成了新的三足鼎立之势。在这期间，你说大顺和那明朝的残存政权，孰强孰弱呢？不好评定。但多尔衮他所代表的清朝，无疑呢是势力最弱的一方。在这样的形势下，作为摄政王，那多尔衮究竟要怎么做呢？面对当时李自成的大顺，和这个崇祯帝死后逃到江南一带的南明政权这两大势力，那多尔衮又是如何部署他的战略方针呢？这一集我们要仔细讲一讲。上一集我们说到，多尔衮呢就拥立他的侄子啊，10年6岁的小孩福临啊当皇帝了。而后呢，他就以摄政王之尊啊，得以掌握了清朝的军政大权。从此之后呢，清朝的行政败除，大小国事啊，都在他一人掌握之中。不是皇帝，胜似皇帝。当年年底，多尔衮就开始进一步限制那些诸王贝勒他们管理政务的权利，就实行呢二摄政王负责制度。而且呢，他还宣布命令，让督察院纠察诸王贝勒。随后呢，他又发布命令，规定各个衙门啊办理任何事务，都应该呢先让自己知悉。如此一来，不仅清朝这些诸王贝勒他们的参政权力遭到削弱，先前呢能和多尔衮这个平起平坐那个济尔哈朗，那不也是摄政王吗？这个时候实际上也在他之下。顺治元年1月，就公元1644年了，清朝的礼部就在多尔衮本人亲自授意之下呢，议定了摄政王居内及出列行军的详细仪礼。从此之后呢，清朝那些王爷绝对不能和他平起平坐了。也就是说呢，多尔衮这个时候实际上就成为不坐宝座的皇帝了，他就享有真皇帝的任何的尊荣和权力。即便如此，多尔衮当时的主要政敌呢，不可能自动对他心服口服。这个时候多尔衮大权在手啊，他就首先拿皇太极的长子豪格下手，说豪格这个人啊，在皇太极死后意图篡逆，马上宣布把豪格幽禁起来。豪格被抓起来了，那些满清王爷也劝也求情啊，最终呢，这位豪格呢性命保住了。其实有很大一阵子他和那活死人差不多。多尔衮呢没杀豪格，但还是把这个人软禁起来。由此之后，豪格他就肯定不敢再和多尔衮争权夺利了。所以皇太极死后短短几个月之内，多尔衮就一下把清朝所有大权啊集于自己之手。顺治元年这一年，就公元1644年，也就是崇祯17年3月，李自成的大顺部队呢就攻占了北京，崇祯皇帝呢在煤山上上吊了。听到这个消息啊，清朝那大学士范文成特别有预见性，看到天下形势突变，他赶紧向多尔衮进言，就指出我们清朝，我们大清日后的主要任务不再是和明朝争天下了，而是要和李自成、张献忠这样的刘贼争天下。为此呢，我们大清的军队要从根本上改变啊从前那种对中原的政策，我们不要再烧杀屠掠了，要改变成什么呢？延伸纪律，以此呢来收揽中原人心。同时，这位范文成还建议，我们大清应该积极招降，积极笼络明王朝的各级官吏，我们要马上进军北京。多尔衮也是当机立断，在数日之内集聚兵马啊，基本把他所有关外的家底都收拾起来，率领满洲、蒙古以及先前投靠的这个汉军的孔有德、耿仲民啊、尚可喜那些部队吧，星夜疾驰赶往山海关。4月13号这一天呢，清军已经抵达到辽河岸边。而被李自成大顺政权夺了爱妾，关了亲爹，那明朝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呢，马上派他的副将杨坤啊，到这个清军内啊前来启降。到这个时候，多尔衮就完全明白啊，确实从前的情报是真的，李自成呢已经攻占北京了，
崇祯皇帝呢确实已经自缢身死了，不敢怠慢，多尔衮马上啊率领他手下军队加快行军速度啊，急急忙忙往那山海关啊赶去。4月19号这一天呢，清军已经抵达山海关附近了。这个时候，心急火燎卢三桂啊，就再派他的副将杨坤找到多尔衮，哀求对方啊马上进兵，和自己联军啊这个击败李自成大军。多尔衮呢马上给吴三桂回信，还一改从前仇恨明朝那种态度，声称啊他自己和我们大清上下都对崇祯帝的惨死啊是不胜发指，愤怒至极。接下来多尔衮又对吴三桂表示，我肯定马上率领我们大清的仁义之师和您一起努力灭贼。至此啊，从前屠戮了无数汉人百姓的清朝军队呢就开始打着为崇祯皇帝报仇的旗号了，准备入关来吊民伐罪。多尔衮确实是个见风使舵的人精，仅仅就在2个多月前，他掌控下的清廷还曾以大清国皇帝的名义呢给那大顺军给李自成他们写信，表示说清朝要和李自成等人一起合力攻灭明朝，富贵共之。如今的末继未干，多尔衮指挥下的清军摇身一变又变成什么呢？帮助明朝军队剿灭刘贼这样的所谓仁义之师了。4月22号这一天，清军在吴三桂的策应下，兵不血刃啊，就进入山海关了，一举击溃李自成亲自率领的20多万大顺军队。然后多尔衮为了招徕明朝的降将，马上下诏封吴三桂为平西王，而且呢，谕令全军勿杀无辜，勿掠财物，勿分卢舍，不如约者罪之。接下来呢，清军也是行军迅速，每天啊都是奔行120里到130里这么远的距离，沿途没有遭到任何抵抗。到了5月初2这一天，多尔衮本人呢就能够乘辇从朝阳门进入北京城了。惶恐之余，被先前那大顺军祸害了的许多天的明朝北京百姓啊，这个时候好多人对清军啊也怀有感谢之意。那些先前投降李自成的明朝那些文武官员呢，也出营五里之外，热烈欢迎啊这个多尔衮进入北京。多尔衮呢，这个时候大模大样的进入这个武圣殿，要升座，接受明朝那些官员和清朝官员对他自己的拜贺，就宣布清朝定都北京。多尔衮之所以决定要在北京定都，目的就是要统一全国。多尔衮有这么大的志向，但当时啊，好多满洲贵族根本就没有这种远大的政治抱负，就包括多尔衮的同母兄，当时清朝的英王阿济格，他就当着这个满庭的这个满洲权贵就说：“今亦乘此兵威，大肆屠戮，留置诸王以镇守燕都，而大兵则或还守沈阳，或退保山海，可无后患。”阿济格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他主张啊，清军应该在山海关啊，到北京啊，这沿途这些地方啊，就刚刚占领这些地方大肆屠杀抢劫，然后呢再派一个王爷率领军马呢镇守北京，那么清朝主力军队呢就可以撤回沈阳，或者呢退保山海关之外。英王阿济格之所以提出如此的建议，就是因为什么呢？他以先朝为例，就说在皇太极时期，清军那不刚刚占领辽东嘛，由于杀人不够多，使得不少满人军队呢，后来又被那些反抗的汉人给杀掉了。所以如今我们大清就要先下手为强，对关内这些汉人能夺杀就夺杀。听哥哥的英王阿济格如此建议呢，多尔衮当时也心怀犹疑。确确实实，即使当时清军啊得到了北京，但并不代表他们可以马上呢统一天下。当时不仅南明政权兵力众多，李自成、张献忠他们那些残余的这些军队也是不容小觑的。而在清朝定都北京之后，如果作为国家象征那小皇帝那顺治不来，诸王贝勒在北京，肯定这些人也是各怀鬼胎，逡巡不前。仔细思考了好久，多尔衮呢就想起他先帝皇太极曾经的指示了，若得北京当即西都，以图进取。最终呢，多尔衮就以自己的名义呢上书给关外的顺治皇帝，就希望皇帝和后宫都能够前来迁都北京，以彰显大清啊定鼎天下这种决心。但他所谓的上书这个顺治皇帝呢，还是等于是上书给顺治皇帝上面的那两个皇太后。
对于多尔衮的这种提议呢，你想那顺治皇帝当时还是小孩啊，上面还有他两个妈，所以说呢，他们对这个多尔衮言听计从，马上就安排人啊，准备赶往北京。而后呢，仅仅花了29天时间，顺治皇帝一行就在清朝大军的护卫之下，从沈阳赶到北京了。当年的10月1号，顺治皇帝福临就在北京正式登基了，从此清王朝正式取代明王朝。顺治皇帝在北京称帝之后呢，清朝的大臣得议功啊，那肯定这个时候多尔衮就得第一的大功了。多尔衮呢，还以顺治皇帝的名义，以自己侄子的名义封自己为什么呢？叔父摄政王。而这一时期的多尔衮那确实是鞠躬尽瘁，沉迷政务，有表及里，看上去绝对是个100%的这个周公形象。为了统一全国，为了稳定清朝的统治，多尔衮在当时啊，确实是尽心尽力，绞尽脑汁。而当时的全国形势对于清朝来讲还真不乐观，退保西安那李自成那大顺军依然拥有能征善战的数十万军队，四川地区方面呢，有张献忠那大西军数十万人在那里，而且呢，明军的那残余势力他们在江淮以南那个力量还很强大，各镇总兵手下还有数十万的明朝正规军呢。如果在辽阔的中国腹地同这么多对手作战，清朝当时那兵力显然是不足的。审时度势之后，多尔衮呢就根据手下那些汉人参谋的建议，制定了如下军事策略：今日事事莫急于西贼，欲突西贼，必须调蒙古已入三边，举大兵以攻晋豫，使贼腹背受敌。这里他们所说的西贼呢，就是指这个李自成的大顺军。又需先济遏蜀汉之路，次策定东南之局。蜀汉就是指当时的张献忠的农民军队。那么所谓的东南之局呢，就是指当时残存这个南明政权。多尔衮这项军事布置呢，等于就把攻击的锋芒首先指向李自成农民军。由此一来呢，清军攻打李自成，就造成了清朝得天下呢，等于是得于刘贼之手。同时，清朝还能够在短时间内呢迷惑当时南明的那个弘光政权，让那个南明的那些人啊，就是抱有一种幻想，就认为清军是自己的友军。趁着南明政权喘息观望之机，清军呢还能避免东西两面作战啊这样的窘迫的这个局势，最终呢就能够集中主力对各个敌人逐一击破，一举取得政治和军事上这种主动权。日后的所有事实就完全证明多尔衮的这一毒计是非常成功的。清军呢依次克取，步步为营，到顺治7年多尔衮暴死的时候，中国南方各省的战事虽然有反复啊，但大半个中国基本呢都在清军的掌握和控制之下了。占领北京之后呢，多尔衮在北方投降汉奸的这个帮助下，在明朝从前那些大臣的帮助之下，确实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政治措施，使得清王朝呢从中央到地方它的政权机构不断得以完善。同时呢，他还网罗这个各地的汉族士大夫，对明朝降官的加官进爵，还提倡呢尊孔读经啊，重新呢开科取士。由此一来呢，清朝在短时间呢也赢得了不少北方那些官僚啊、士人啊，包括老百姓的投附。而偏安江南的南明弘光小朝廷呢，腐朽昏庸，人心思变，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清军呢就以摧枯拉朽之势。所以南明小朝廷呢很快就有一战而亡了。而对弘光政权这样一个腐败朝廷，江南人民内心并不留恋。此外呢，当时南京的老百姓先前和清朝没有打过交道，而且清军呢处处宣布这个令箭上写的字儿，不杀人不剃发，安民乐业，所以说一般的普通老百姓啊就对清军呢还抱有厚望。当时在那南京街道，军民在清军入城的时候呢，还纷纷高举那大牌子，上面写着什么呢？大清国皇帝万万岁啊，或者是写着自己是顺民这些字样。凡此种种都是向清军呢表示归顺。除此以外，由于先前南明那些军阀他那些残兵的凶蛮呢，不少百姓呢还发出这样的感慨。什么感慨呢？清兵如蟹，何迟其来？大清的军兵，你们怎么跟螃蟹一样呢？怎么来得这么慢呢？到来得这么迟呢？当时这些老百姓挺现实的，他们就特别希望清军啊，在统治苏松地区之后，能够减免田赋，大展这个大清新朝抚民的这样的善举。
由此一来，南明弘光朝廷灭亡后的中国呢，对当时的清廷来讲，形势绝对是一派大好。你看张献忠已经远遁西南，李自成呢败死湖北，南方各地虽然有那些残明势力在有分布，但他们的权力非常分散。明朝那鲁王还有那唐王，这些派别互相争斗，势同水火，清王朝呢一下就处于当时绝对的优势地位。但恰恰就在这样的有利的情势之下，由于明朝的降臣有个叫孙知燮的，他的撺掇，摄政王多尔衮就下达了剃发令。多尔衮这个剃发令一下，完全是以水泼油，九州鼎沸，血如浪流，千万条人命就丧于多尔衮发布的这纸文书之中。清朝就有黑中介，我们看清朝的潼关县志上面就记载，当时那潼关县呢，已经是清朝有名的煤炭开采基地。潼关县就是今天的潼川市。潼关当地的煤呢，不仅质量好，产量还大，因此外界需求也非常大。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潼关县内就催生了好多黑煤窑。你既然开采这个煤炭，我们要知道那阵机械基本没有啊，都是靠人工在那儿用那镐在那儿凿，在那儿敲，在那儿挖呀，肯定就需要大量的工人。潼关本地呢，这个时候就有不少的坏人做起了招工中介这样的生意。这些坏人啊，就跟今天还存在的一些黑中介一样，都是干着昧良心的活。他们招来人之后呢，第一个送往的地方就是黑煤窑，等于是把这些人卖给那个煤窑窑主。黑煤窑窑主呢，等于是你想买个人啊，买一个免费的劳动力啊，所以说这些黑中介赚的钱也多。至于进入黑煤窑的人，十有八九肯定都会死在里面，得进去就跟奴隶一样啊，一天给你一点吃的，都干到死为止。因此呢，潼关本地的人绝对不会去找这种工作。没办法啊，那些潼关的黑中介只能去坑一些外地人，将那些人贩卖到黑煤窑里当苦力。当地人呢，就把这群人贩子、这帮黑中介就称为碾子，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一帮不讲道理的这个无赖。但凡在当时，你操着外地的口音到潼关找工作，这些黑中介特热情，一上去打招呼，请你吃面，套交情，一口一个老乡的叫着，取得了这些外地人的信任之后，就马上黑中介就说给你介绍工作，累是累点，但是挣钱多。于是呢，就把他们领到黑煤窑。结果呢，可想而知，没日没夜的当奴隶干活。你想黑煤窑最主要的还是非常危险，跑着跑着当啷，这个煤可能就把自己压死了。有幸活着的也最后一直干到累死为止。当时这种黑煤窑的猖獗呢，甚至惊动了嘉庆皇帝。因此呢，嘉庆四年，就关于1799年，嘉庆皇帝专门下旨，就要求顺天府这个会同这个步军都统衙门，要求他们查封啊，在这个山西啊什么这些地方的黑煤窑，由此呢才解决了这样的一个毒瘤。头可断，血可流，头发呢却不能秃。在清朝之前的咱们汉族人啊，一直对头发看得特别特别重要。毕竟这头发当时牵涉的不仅仅是一个男人的颜值问题，而且是呢汉族人，特别是汉族男人他的身份认同问题。我们看好多这个清宫剧、清宫戏，就可以发现呢，大多数男子呢，他们的扮演的那个角色啊，多数都是那种阴阳头的造型。只要这演员的这个男演员的颜值够高，似乎看着也没有说觉得特别不顺眼。但在真实历史上，特别是清朝初年，清朝男子的发型啊，绝对不像电视剧里所展现的那样，而是呢一种叫金钱鼠尾的发型，就是但凡大老爷们，无论老少吧，都是在后脑勺的地方有一个铜钱大小的一小辫子。
我们现在再看，哎，好像都是这个前头就是半部，真正在这个清朝初年啊，那个辫子，当时那个头发留的，就头发那个面积特别小，就这样的发型，我想呢，这个男演员，啊，这个即使是颜值再高，这个男明星都不一定能 hold 得住。演戏归演戏，在真实历史当中呢，多尔衮发布剃发令之后呢，哎呀，原本归顺的各地州县的老百姓啊，揭竿而起，哎，特别是江南一带，形势是风起云涌。由此呢，问题就来了，清朝这种发型对于当时明朝那些移民来讲，仅仅是关涉到颜值问题吗？是否还有什么更深层次的原因和内容呢？这集咱们就仔细来讲一讲。上一集我们就讲到，多尔衮在占据北京之后，他忽然宣布了剃发令。我们要知道啊，清廷强迫剃发并非入关之后才实行的。满族呢，作为女真的一个支系，它是属于建州女真，早在宋代和南宋相对峙的金国人，他就剃发，他高压宣布命令，强迫这个占领区的汉人必须剃发。公元1129年，也就是南宋建炎三年，金朝的天会七年，当时那金太宗就下过这样的强硬命令：禁民汉服，即削发不如是者死。所以呢，就在当时的金人统治区，那些金兵啊，经常窜入到市肆之中，看到有老百姓发饰啊稍微不合乎这个金朝人规定的那种发饰的样子，马上迁出，当场斩首。金国灭亡之后，你看满族人经历了几百年了啊，他们的发型啊是一直没变的。满族男子呢，一般都是将头顶中间啊一撮，如钱纸大小、金钱大小的这个头发留长，越留越长，结成辫子。其余四周那头发全部剃光，所以呢，在当时就被称为金钱鼠尾。一般来讲，满族人呢，只有在国丧和父母丧的啊遭遇这两个大丧期间呢，百日不剃头。平时呢，从中间那一小撮一大辫子以外，周围的头发绝对不能留着啊，全部剃光。清朝中后期啊，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留发的范围呢就逐渐扩大了，但基本的发型是不变的，绝对都是拖着一大辫子。努尔哈赤建立后金，他自称汗王嘛，他就强迫被占领区那些汉人和向后金投降那些汉人，你必须剃发。所以呢，当时剃或者不剃就成为一种政治性的标志。汉人你只要剃头就免死受降，否则马上砍头。后金军队在占领辽阳之后呢，当地汉民有成千上万人就是不愿意剃头，自投鸭绿江而死。对于这一事件呢，就是朝鲜的李朝实录有过详细的记载。也就在当时当地汉人老百姓呢，有时被强迫剃发后呢，结果会更惨。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明清两方面啊一直在打拉锯战，剃发的汉民呢就常被明军杀死。这些士兵们，就明军士兵们啊，把这些这个被剃头的汉人老百姓脑袋割下之后呢，就冒出满兵的首级去报功。特别是皮岛的明军大将毛文龙啊，当时就杀了不少剃发的汉人，然后呢，拿着这些首级啊，这个号称是割掉的这个后金兵的这个首级和脑袋，去向明廷邀赏啊，得给我银子啊，一个脑袋多少钱？皇太极继位之后呢，在杀人方面呢，确实有所收敛，但是对剃发要求的越来越严。皇太极之所以如此强调剃发，正是源于呢，皇太极这个人读过书，对历史上那女真帝王金世宗非常钦佩，他就坚定认为，女真一旦汉化，后火呢肯定会加速灭亡。清军入关占领北京后不久呢，马上就发布剃发令。还由于吴三桂啊这些明朝降官的劝说呢，加上北京及周围地区啊好多老百姓都反抗这个剃发的命令，所以多尔衮啊当时不得不收回成命。即便如此，他对率先剃发的明朝的兵部侍郎金之俊那些人呢，还是表现出呢这个特别的信任。清军进入北京之后，在好长时间内呢，明朝的啊投降的那些官员啊，他就变成清朝官员了嘛。但是清廷当时依旧允许这些人身穿明朝的那个服装，就官上是不改的，还是穿着从前明朝那官服。后来呢，清军进入南京城，
豫亲王多铎还对当时率先剃发献媒献降的明朝个都御史叫李峤的就加以当面的斥骂，剃头之事本国相言成俗，今大兵所到，剃文不剃武，剃兵不剃民，尔等务得不遵法度，自行剃之。前有无耻官员先剃求见，本国已经唾骂。而后呢，人在北京的多尔衮得知到南京啊已经夺取了，又有这个汉臣的一个叫孙知燮的啊紧劝他，于是呢他就改变了初衷，在6月15号这一天，让礼部在全国范围内下达剃发令。我们要知道，在南明那弘光朝小朝廷灭亡之后呢，以钱谦益为首的啊这些明朝大臣马上就送款迎降，他们还劝多铎，吴地民风犹弱，非喜可定，务须再凡兵锋大举。虽然说是文人无骨，但钱谦益说的话呢水分还真不是太大。当时除了太仓农奴为了抢夺先前主人的财产造过几次反以外，江南大地啊一时之间还真没有什么啊对这个清军啊太大的这种袭扰和打击。各地那些乡绅呢为了自保也纷纷在城墙上大书顺民二字，就向清军投降了。钱谦益在他自己发给各地乡绅的信中啊也称大清民正言顺天与人归。尤其是啊对扬州大屠杀的那种恐惧，一向生活安逸的江南老百姓啊他们在心理上确实是产生了极大的震撼，就开始认真思考你一旦顽强抵抗啊这种毁灭性的后果。让人感到非常震撼的啊就是南京和扬州的结果，对于江南的一些人民来讲，对于这些文人啊官员来讲昭然在目。扬州十日啊清军杀了80多万人。而南京呢在弘光帝逃跑之后，你看那赵之龙啊钱谦益这些前明官员手捧明朝的净土啊还有这人民户口，像这个清朝当时的豫亲王多铎啊实行4拜礼啊投降了。结果呢20多万明朝的兵马束手交械，于是呢清军等于是兵不血刃，而就一下把南京占领了。占领之后就没有再大型杀戮。扬州和南京这两种截然不同的遭遇呢确实使得当时的江南的士绅民众啊给他们的心理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就觉得你看降和不降这两种结果太不一样了。话就说回来了，在北京因劝多尔衮在全国宣布剃发令的这孙知燮到底是什么人呢？孙知燮这个人我们先前讲明史的时候也仔细说过，孙知燮是山东淄川人，他是明朝天启年间的进士。清军入关之后呢，这个老小子求官心切，属于第一批那种摇尾乞降的汉官，而且他很快呢就当上了清朝的礼部侍郎。为报新主剃发之恩，孙知燮呢一时之间想不出啊什么平定的这种大计，于是呢他就让他全家的女眷啊全部模仿这个满族妇女，把这个脚全部都放了，准备放大脚了。后来呢他就走了个偏门，什么偏门呢？他自己主动剃发。于是呢这老小子前脑门啊一溜金光，也学这个满洲人啊金钱鼠尾，后面拖一大辫子，而后呢穿上一套那四不像的满服，毅然而来。上朝的时候呢他又想博个满堂彩，结果他这一上朝，那些汉人官员依旧是博冠大袖啊，一身的都是明朝装束，见到这么一个不伦不类的家伙啊，心中啊都觉得又可笑又可鄙，杨秀就把他排挤出班，你别跟我们在一块站着。满族那些官员呢，人家自视是统治者啊，征服者民族啊，也都愤愤的笑话嘲笑他，然后用脚啊还把他给踢出满班。恼羞成怒，加上气急败坏，孙知燮下朝之后，立马写了一道奏章，向多尔衮建议啊，在全国范围之内给这些汉人剃发。其中有几句话就直挠多尔衮的心窝，什么话呢？陛下平定中原，万世鼎新，而衣冠束发之制独存汉旧，此乃陛下从中国，非中国之从陛下也。孙知燮这份奏章当中呢所提的陛下啊，肯定是指清朝那小皇帝顺治了。但顺治皇帝啊当时年仅7岁，国家大事呢都是由摄政王多尔衮一人说了算。所以说呢孙知燮这份奏章呢并不是给顺治皇帝小皇帝看的，而是给多尔衮看的。多尔衮那个人呢本来就属于那种特别阴沉特别阴毒那种性格，被孙知燮这么一阴击，深觉其言甚是有理。而且呢孙知燮这篇奏章呢
正好挑起多尔衮那种警惕之心，他就想啊，先从形式上消除汉化潜在的这种危险。好，我先下手为强，先给全体汉人来个满化。由此呢，他就宣布剃法令，强迫全国的啊这个清朝的占领区的汉人全部都给我剃发。多尔衮恶法逼人呢，本来已经渐趋平静的江南地区啊，顿时啊就如水入沸油一般，四处暴起啊，老百姓啊那些士绅纷纷反抗，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啊，不得毁伤。我们要知道，一直以孔孟伦理为原则的中国人，无论是官绅还是普通百姓啊，绝对不能接受自己在形象上变成这种野蛮的蛮夷。遥想前朝，即使是统治中国近百年的残暴横行的蒙古统治者，也从没有下令要汉人啊改变装束。一朝天子一朝臣啊，以家族宗法儒学啊为代表的为源流的中国人呢，或许能够接受啊朝代兴迭啊，他们觉得改朝换代是天道循环。但是一旦一个朝廷要从衣冠相貌上强迫实施改变，把几千年这个汉儒发式强行改成这种剃发梳辫的样子，这种举措呢，对于汉民族来讲，不仅仅是对人格尊严的侮辱，简直呢就类似于精神阉割的这样的大痛。而且在当时明朝人心中啊，以这种夷狄形象活着肯定是不舒服的，是一种屈辱，死后呢一定有愧于祖先的，再无面目见先人于地下了。如果从文化财产等级等方面士大夫和平常的民众百姓还存有歧义的话，那么在这种保卫自身精神和风俗的这种立场方面，所有的汉人在这立场方面几乎都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明末清初大儒顾炎武，他有个好朋友叫归庄，就曾经作有断发二首：亲朋姑息爱，逼我从胡俗，一旦持剪刀剪我头半秃，发乃父母生，毁伤一大辱，气华而从夷，我罪今莫赎，人情重必患，不但既为取，得正复何求，所惧非行路，况复事多变，祸福相以福，吾生命在天，岂必力图独。剃发令一下原先已经降服的广大地区这个老百姓纷纷反抗，整个中国大地都陷入了血雨腥风之中。在公元1645年6月28日这一天，清廷再次对外宣布诏谕：近者一月，远者三月，各取剃发归顺。由此一来呢，这个剃发就成了当时绝对的死命令了。如此血腥野蛮的无发不留头，就引发了江南汉族人民的强烈反抗。先从苏州开始，这抗争的怒潮波延而起，而后常熟、太仓、嘉定、昆山、江阴、嘉兴、松江，处处一齐，人人私愤。江南老百姓一反抗呢，清军在当地那王爷多铎马上率领清军大肆镇压，江南圣地顿时是血流成河。悲愤之下江阴这个素以礼仪之邦著称的城市当地老百姓首先是起义，誓死不剃发，不投降。而且呢，他们推举出前明的这个典史叫严应元的入城主政，紧闭城门，拒不开门。再后就是江阴人民的誓死抵抗，最终呢，仅仅这个江阴一地就有20多万人被清军杀害。除了江阴之外呢，昆山人民也是因为反抗剃发令当时被清军杀掉10万人。最惨的要数这个嘉定，这个清军往往复复3次屠城，就在嘉定这么一个小地方就杀掉了将近10万老百姓。剃发令下血流成河，江南人民当时以数百万头颅的代价终于认清了清朝统治者他们的凶残面目。至此呢，他们对于所谓大清的幻想终于终结了这大清绝对不是仁义之师。因此呢，清朝这个强迫剃发这样的举动不仅仅枪杀了无数人命，实际上对于清王朝本身来讲也严重阻碍了他在中国的一种统一的进程。咱们就以李自成他剩下那个残余部队当做例子来讲，自从李自成本人在通山被杀之后他属下还剩数10万人，一时之间群龙无首什么马进忠王允成牛万才这些人都在越州等地向当时清朝的英亲王阿济格表示我们要归降。刘体纯、田建秀那些将领呢，就向清朝的将领童养和宣布归降
准备在荆州呢被清军安置。李锦、高玉公这些人呢就在武昌向清军啊投这个献降信，表示呢我们要从湖南向大清归顺。郝瑶琪那些人也写降表啊，都表示要归降清朝。根据清朝档案呢，这些农民军头领当时递的这个降表还有书札都是一应俱全的，都是真的。而且当时这些农民军向清朝归降呢，绝对不是诈降，因为在当时呢，各地农民军呢和明军和那个南明的残余军队啊，两虎相斗，两败俱伤。当时胜利者只有清军这一个方面，因此呢，向大清降附，对于他们来讲属于大势所趋。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所有这些农民军啊，这个军将献的降表、献的降书上都有一个小小的要求，什么要求呢？不剃头。清朝这剃头令一下，各地的府衙就奉命死催。由此以来，本来归降那些农民军残部啊，为了保全他们汉族的官发，愤愤而起啊，重新造反了。这些人呢，就转而向明朝的啊这个大臣何腾蛟啊、什么堵彦熙啊这些人开始投降。本来从前水火不容啊，你想明朝亡就亡在这个农民军啊，由此一来，几十万的残余的农民军啊，顿时就成为清廷的敌人。再到后来，包括那金生衡啊、李成栋、吴三桂啊这些人反清复叛，也都是以留头发、复衣冠为号召。而就在当时，正是这样的号召，使得无数中华的老百姓、汉族老百姓，为了恢复大明衣冠，群起响应。清朝最后一位状元是谁？科举制呢，是我们中国啊这个选拔官员的一种制度，隋唐就开始了。历史上第一位状元呢，应该就是唐朝武德年间，就开国那个唐高祖时期，我叫孙福嘉的。但是不是这个人呢，也不敢说。无论如何吧，我们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状元，史书上明明确确就有记载。谁呢？他就是清朝光绪三十年的新科状元，叫刘春霖的。刘春霖这个人呢，他是晚清直隶省河间府肃宁县人，生于同治十一年，就1872年。这个刘春霖的家世代为农，因此呢，并不是说他是一个什么士绅出身的这样的子弟。但这个刘春霖呢，就天生好读书，聪颖，悟性高，学习特刻苦，因此呢，他就接连的通过了同事、院士、乡试、会试。就在光绪三十年，就是公元1904年吧，在殿试当中，哎，一举又高中。那么根据当时的一些文人的笔记记载呢，当年状元应该是谁呢？是广东人朱汝珍。但最后这个状元名单，这个三甲名单会到慈禧老太太，她最后这个定夺。慈禧呢，她就特别恨什么康有为啊、梁启超这些人，而康梁这个人呢，他们俩都是广东人，所以说他对广东人就没有好感。一看那朱汝珍，也就是广东人，心里就一沉。二来那朱汝珍这个名字谐音朱汝珍，就想到他几年前被他投到井里诛杀的那个珍妃了，就是光绪皇帝那妃子。所以慈禧呢就对这个状元他的名字就觉得不祥，于是呢老佛爷就把目光移到第二名刘春霖。呵，看到这名字马上特高兴。春霖呢，春风化雨啊，土降甘霖啊，太吉利啊。而且现在你看到处都是大旱，就希望他这个是个春霖，然后我们这个整个的大清风调雨顺的。而一看这个人籍贯直隶肃宁，呵，肃静安宁，你看现在我们大清就需要肃静安宁。于是呢，慈禧老太太朱笔一挥，刘春霖就成为第一名了，钦定为状元。刘春霖成为状元的第二年，内忧外患的清廷在当时的那样的一种国际大形势下吧，就下了一道命令。什么命令呢？停止科举。所以说状元以后就没了。